天光哎，金光！送来的海浪是那种用卷，他好像弄不见他的相机了。我觉得那边真的太漂亮了，哇，刚刚很震撼呢。现在已经是我们的第四天了，我们今天是要去有点需要健行这样子，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大概5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今天装备非常就不时尚，你们看太阳还没起，我们就要出发了。呀、yeah, ，我们今天好幸福哦，又有蓝天，又有雪地，还有大太阳。哎，北佩玉，菜，冰岛真的是我来过最漂亮的地方了。只有看影片的人才懂。我跟你说，我们的三个影片真的要连着看，不然你会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断断续续的一直在不同的影片讲联系的东西，你知道吗？这帽子在淘宝买的。我身上的这个红色的冲锋外套，它是防风然后又防水的。还有我的裤子，卡其色的裤子，这个也是防风防水的。还有我的鞋子是不是很可爱？它也是防风防水防滑的。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走冰路，我们就必须要穿一些这样子的装备。我这整身呢都是 Universal Traveler 购入的，而且我们等一下去的地方都是冰嘛，都是白色的，所以我想要穿鲜艳一点的颜色。我们在停在路边拍东西，应该有每一天都有。如果你喜欢拍照留恋的那种，冰岛太适合了。很多时候我们半路都很想下车，但是有时候不允许啊，这样子的。冰岛真的是半路都很漂亮。然后我们现在要进蓝冰洞了，然后呢，也是我们唯一一个跟团的行程。这个蓝冰洞也是要当地人带你进去才可以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明天也是跟团的白痴哦。是哦。对啊。好，两天，因为行程不是我定的。明天也是跟团的。以后真的可能。真的吗？对啊，哦，以后可能会消失的蓝冰洞。年轻的时候赶快来看，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来看。大家为什么要看我 YouTube？ 现在前往去坐车，这是我们要坐的车车吧？我们要坐那么高的车车。And one leg through here. Okay. Okay.狼狼的吗？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放在鞋子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抓那个冰。对，很好，在冰上面行走。对，因为太滑了，不然就。就是。嗯。那这很重。靠腰。这讲就是要伞。对。很晕呢、啊。冷的，好彩我有手机。因为这边都要电池。每次出发前，我想，可是他一定要拿一颗电池，他一定要拿一个电池，我每次都会忘记。我们现在要走了，里面要走20分钟。这风真的太大了。哇呀，不是故意走那么慢，我是真的很难走。还是逆风行驶，就刚才我在后面。我们全部靠圈圈翻译给我们。历史，但我真的冷到不想听，我在等萱萱翻译。你也是，你等下我听不懂，不是不想听。但是我用十倍镜拍，你们看到上面有人吗？好可爱啊！明天我们好像会在上面。我把外套脱掉，因为我好热，我穿两件发热衣，然后我里面在流汗。我等我冷的时候再穿上，太热了。我们穿好我们的鞋链，是要踩在冰上的，这样我们就不会滑倒。它的那个链子踩在冰上了耶，完全不滑。哇，好漂亮啊！开始进去了，小心哦！你才小心是不是？哈、啊、哦，没手套，忘记带。哎呀，放这里。要弄这，然后慢慢下，因为它真的很滑哎。你看，哇，好漂亮！而且这个是有水流下来的，这真的好漂亮，你看到吗？上面有一滩积水，难怪它高。看到。我是后吗？水机这样子超好看的，就有点像那种仙境这样，我让流水下来，然后下面有小溪，这里是蛮建议大家都穿防水防雨防备。我以为不会弄到水。对啊，因为它就是在积水，然后这些冰块都会在积水。虽然有一点脏，但是我们摸到是不会脏的。有啦有啦，它脏在外面来看。有吗？嗯，我跟我手。咦，妈，我要经过了。我在雨之中，他们这些应该就是有些地方融了，所以它就只能滴水下来。哇，
那水的话，我的手好冷。我们现在进来了一个暗洞里面，是刚刚的地方有走一个小路这样。看我脸上蓝蓝的光吗？是这里呈现出来的，它是整条冰川这样，好漂亮，而且只有我们呢。进入另外一个地方了，好矮哦。我明白那头盔的用处了，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撞头。现在我们把那个灯关掉，我刚刚头上的都是冰哦。出来啦，那太阳超大的哦。对，我拍的超好看，现在脱。现在把那冰鞋脱掉。我们现在第二趴，我们穿好另外一个冰鞋了，这个更厉害一点，超刺的，所以这个在冰走路会更稳。我们现在要出发了，然后这个鞋真的好滑，完全不会滑。I don't have any trousers that don't have holes in them。三个重点，看你讲啊。大概讲三个重点，就是走路的时候脚不要老要抬起来，像我这样。然后呢，就是脚要抬大点，因为那个钩可能会弄到你的自己的皮。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要很小心，因为 focus 在走路。好，大家听到了吗？完毕。佩佩，你转过来。好可爱，你那个云朵，看到这云吗？它就这样一团，超可爱的。第一次看到这个云。对啊。哇，前面好危险。对啊。你刚怎么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看到那个洞。我也很期待那个影片出来的时候长怎样。我也想看。这个好酷哦！哇，这个洞更深。刚刚就从这里爬下来了。我们到这里，哇，这个冰雪洞好好看。我们现在正在前行了，我就这样走。开始进入那个像洞穴这样的地方，一定要走他走过的路哦，因为太多水了。漂亮吧？我很饿。对，我们刚刚拍吃了一点点，好漂亮哦。现在被冰包围着，有很洞很大的，等一下。好大的洞哦。 Oh yes, baby, thank you. 对，都是 baby。 这个洞超深的。对啊，这个水都比较深了，所以他必须要先带路，然后我们跟着走进来了，然后给我慢慢前进，因为这里蛮危险的，那水其实很深。我们几乎到最后一个站了，然后刚刚我是没有拍影片，是因为萱萱跟佩玉都跌倒了，我不敢用手机拍影片，因为要等很多人在拍照嘛，还是一个地区，我们在最后，所以还有时间可以拍个影片这样。在家走到里面我也不会拍，所以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去看我影片看，因为这里真的很危险，很容易就跌倒了，它的冰跟水有点难分辨，所以你会误会那个是冰这样子，其实它是洞来的，像这样子它就是洞来的。呀，我们从洞穴那里走出来了，我们都觉得这里比较好看，拍照也很好看，但站在这里就很好看。那个导游说这里的水可以直接喝，对，我们在喝水，那我们在装水。哎，用这水洗脸应该脸会超美。靠北，我有化妆洗什么脸？哇哇，好好喝。怎么还没喝下去？哦，喝在水里。好好，我们现在回啦，然后导游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好秀哦哈！因为我看别人下山都是有套绳索的，我们完全没有，就走另外一条路。哇，我们要走这个桥耶！弯百弯，你只可以一个接一个走。现在到我走这个小桥了，好漂亮吧？好摇哦！你们这样子很有爱情感。分手了，我们到了一个餐厅，这里我们酒店超级无敌近的，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回去煮的，但是没有想到那个 grocery 两点就关了，因为是星期六的关系，然后礼拜天也没开。这里的评价有 4.4 颗星，各位好贵好贵，最便宜哦， cod fish 哦，鳕鱼已经最便宜了，3400，大概多少？没有，2800有啊，最便宜是一个牛肉汉堡，然后2800。大概马币150吧。我可以吃的最便宜3400。Pasta？ Yes。哇，食物到，我觉得你们的 pasta 感觉很好吃。哎，观众闻不到的味道，这个羊肉很香。每次都吃羊肉，我们就不能吃。因为大家说冰岛的羊肉很嫩。真的吗？这是我的炸鳕鱼嘛。对啊。超贵的。嗯，好好喝。我们现在要去换鞋子，因为我们来这个地方是有特定的鞋子。Let's go and change the shoes. OK. OK.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我们换好鞋了。哦，他的鞋超臭的，这臭到不行。谁？就昨天才刚换袜子，然后就臭了。谁？Over there. Go straight. 再也不想看到这帽子了。这帽子真的很烦，很丑。我们好像要去拿剩下的装备，因为这装备有点不一样。Hello， 帮我弄。可以，桌子要坏了。巨服务的100分。对呀、啊，昨天都没办法。对。然后今天有跟昨天不一样的是，今天还有一个。像拐杖这样，让你走路不那么艰辛。There you are. Thank you. Bye. 怎么今天好多人哦？不是像昨天那种小团的。啊，那导游说这个冰30年前是在这，它是退到这里来了，所以融化的速度真的很快很快。我又要流汗了，好热，好烦，我今天穿太多了，我只要穿一件发热衣就好。我们已经前进到上面了，我们要往上爬了。我没有想到来冰岛可以健身呢。把我们的快手面排出来，嘿、hey, ，对吗？对，我觉得我刚像没事一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好漂亮哦！快不想动了，好累哦。Now here we are officially over the glacier. Fine in summer. Now we are the right start to jump. So this ice is dark blue.清楚了，我把我身上唯一的暖暖包都拆了，可想而知，真的热哟！哇，这里好斜，我们现在往坡上了。对啊，叫我们记得用这个。我已经完全到雪白的地上了。哇，斜坡真的不一样哦，一排人感觉。好可爱，我们现在准备下去了，所以短短的旅程这样子就要结束了。累吗，师生？没什么感觉哈、哦，有点小无聊了，就只是上面那个好看嘛。开心？师生不开心哎，这个是你给钱的，而且你给2万元钱，所以才不开心。我们又看到彩虹了，哇，整条的耶，好漂亮哦！现在又变一圈了，好明显哦。好热，我现在应该真的衣服都是汗了，所以可想而知。冰岛融化速度应该会更快。我们来这个加油站已经来了3次了。我觉得冰岛最熟就是这个加油站。对，太长我不用看导航，对，我直接过来。因为去冰岛就那一条路而已，就是躲过去而已。真的熟悉到那店员应该认识我们了吧？3天哦。你吃好的，还有吃汉堡。我们就又来点了汉堡，一些这样的食物。太长我买了一个 Tom and Jerry 的饼干。不知道它包装还买了。就因为包装，我吃的是 Jerry。哎，这是 Tom， 这是 Tom。那种奶油饼干。它看起来真的不怎么样。对，它看起来很干。哎、欸，我的 chicken burger 超好吃的。真的没？哦，冰猪肉还好吃。那猪肉太咸了。那猪肉也太像牛肉味了，我觉得。嗯，我们到了第二个景点，这个叫做羽毛大峡谷。就来到这里呢，也没什么，就是要小心，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脚链。那这边全部都是雪路，这样子一直走上去。然后据说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MV 是在这里拍的。对了，我换了一件衣，因为想说今天好像有带多衣服，我们来拍个照。看到我的耳罩吗？Q 是不是？然后呢？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围栏这样的东西，是因为就是在早期呢，这边没有那个围栏的时候，大家都乱踩，然后踩到整个土壤啊，整个地都不好看，所以为了保护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围起来。那那个应该是大峡谷的最下面吧？下游吗？因为我们会走到里面，大概1公里。啊，1公里？怎么了？1公里怎么那么大声？不是说什么逛公园的感觉，你走到了吗？才1公里，公园也有大的公园。看到吗？他们每次都来吵架，对我比较像小三。这冰好幼哦。嗯，跟你讲，滑雪就是这样滑的。大家看到吗？这里超漂亮的。下雨了，镜头都有鱼了。那手右边一点，你要跌倒就跌到右边。对对对，至少不会滑下去。对啊，用左边真的滑下去，真是很酸哦，很艰难。因为我穿的是布鞋，很痛苦啊。看到这围栏外的脚印吗？一定是还有一些顽皮的人故意从围栏外面走。但是能理解的是，走里面肯定会比较不滑，外面这里滑死了。你看他常用精力旺盛，一个人在这里。前面真的好雾哦，因为我觉得那边是最好看的了，但有点想走回去，对吗？对啊，前面不是很好看。对啊，前面感觉好雾。爬山真的很累，但是风景又让风景很舒服。真的。好好走。对啊，干嘛你跟我讲话？我不懂滑了多少次。有到3次。
这边太高，真的不可能在右边，那边太滑了，被穿布鞋整个大滑。对，这时候觉得跟男朋友过去啊，男朋友。男朋友在忙着飞空拍，不要吵我。我说他男朋友，不是我男朋友。分超细。啊哈！哦，漂亮。我们现在准备下去了，结果下超大超大雨。萱萱走太快了吧？萱萱在那，好小一个，走太快了，他应该很冷。啊，好可爱啊，带着小孩上来耶，好伟大的父亲。哇，我一个人都已经走得那么难了，都还要带一个小孩，要背一个小孩，我要走得比萱萱快一点，因为车钥匙在我手上。劫持一辆车吗？好酷啊！好冷哦，我们到了我们的民宿了，耶嘿！就是后面这间，哎，这里真的很漂亮。这边还有马儿呢啊！现在进去，好多东西哦。我每天都在搬这些东西。对啊，我们每天都在搬行李。冰岛真的是不是每一天都在换酒店？哦，好重，六七八。哇，好 Q 哦，真的很会建屋子哎。天哪，真的假的？哎，超，原来是在一起的，这个六七八。我们不能停，不然等等等等的 shut down。哎，你以为他自己有喇叭吗？可能没有。哇，哎，有厨房啊！哎，好温馨哦。对啊，哇，哎，这真的很像家哎。Housekeeping, open the door for you. Okay, yes, ma'am. Go go. No tips. Wait a second. No tips. No, no. 太多高了，我知道，没有小费。对，哎，你看我的英文还是有在线。哎，这厕所很棒哎，好大哦。哇，这厕所真的第一名哎。Welcome YouTube， 哇，哎，很漂亮哎，这可以。天哪，这温馨是我第一名哎。Right now your English. Okay. Shit is what? And now I open number eigh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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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i. Bali Kuseo. 哎，我们完全没有要理菜场有没有意思，我们就在看。哦。Q 哦，很 Q 哎，哇哦，这里还有一间哎，这是蔡彩勇睡的房。哎，不如我们可以睡觉吗？睡这个床，这间好哎，这个比较美。这个小鸡，嘿，哎呦，它是比中指吗？是不是？我们每天都是把这些这样上上下下上下，我都要哭了。给你们看我们在宿舍的模式，都很 chill， 大家就算饿了也不想动，但我没办法了。我今天来煮泡面吃，因为我不想要太晚吃东西。我又煮了这个嘞，辛拉面。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戴隐形眼镜，我的眼睛好像都会有东西，好不舒服的。你是两边生日，这里很漂亮哎，真的吗？你生日了，我的蛋糕还没吃。现在27号了吗？马来西亚的7号。帮你庆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这里哦，很像有个凹车这样，很痛。不是，你在期待什么？你真的没有我的储备东西耶。我问他说你有想要什么吗？他说没有，说没有就好。我有准备东西啊。冰岛就是你的东西。Happy birthday to you。哎，等一下，我们三个果然是 YouTuber。对啊。我要解释，这个蛋糕3天前买好了。对。好，才3天前买。Happy birthday。我们看。没有 light 啊。有啊，有那个火不是吗？没有，那是电。真的假的？对啊。擦一下就好了。哦。好烂哦！你们买了，哎呀，过一下。对，是那个蜡烛是我买的。哎，靠药是我叫你买的。哎！天哪，我的面煮到一半。突然。对啊，你怎么这么快提起这件事情？我也想到。我才发现，你们跟我说生日快乐，我已经生日快乐了。真的吗？来了，我们的蜡烛。哎，我要记抄。真的吗？我要考看你了。我吓到我了。哎，我跟你讲，我很有心，我还帮你买了 Happy Birthday 的气球。你自己吹一下，但这个有这么多字母，一个一个吹。你赶快吹一下，自己布置一下，因为我觉得这边很温馨，应该比可能这个家比酒店适合放这些东西。所以你赶快吹一下，因为我肺活量不是很好。这个是用嘴巴吹的吗？不然谁帮？谁可以帮你吹？好啊，哎，你可以帮我吹。
我帮你吹，宿舍一起吧。垃圾最后，我垃圾最后，他就很好笑没？这样，哎，这和 Happy Birthday 我没办法哦。我没想到这个 Happy Birthday 我要自己吹，靠北，他给我一个什么你知道吗？滴管。对，我要这样吹哦，太多了吧？加油！我这样子会很坏吗？不会啊，还好吧。这是才是正常表现，没有人需要为了装好。嗯。外面很凄惨哎，主人在吃晚餐，然后外面吹气球。啊，重点是还是我生日，怎么的？哎，这个真的要吹十分钟。画面突变，变成长泳公主。哎，超级可爱。下面看像公主，上面看像芭蕉球。没有，真的本人看超可爱。而且你染这头发真的超像公主。公主来了，好 Q 啊！好烦哦，公主，好漂亮，真的好漂亮。Jack， 麻烦你们，全场安静了。突然发出一点声音，好了，是时候拍照了。我要跟我公主合照。谢谢我的金主妈妈带我来冰岛玩。跟我公主合照一下。看到乳沟吗？哈什么？我比你还像女生。早安，今天第几天了？第六。第六天耶！今天是树上开车天。对。要哪里呢？去到布雷根。我觉得是我们这一趟旅行我最期待的。那我们也要期待晚上的极光。你要期待它的那个蓝湖酒店呢、啊？它只有蓝湖，不拍照。对、欸，这个酒店很厉害的。还好，好嘞，先开车。呀、yeah, ，我们到了！哇，漂亮呢，边边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来感受一下，几千啊一晚？七千。七千？我们一次听到。就会很震惊。那搬行李的小哥吓到我们的行李箱，为什么这样多？那个小哥就问我们是不是搬来这里？哇，天哪，好漂亮哦！哇，这边的人怎么感觉都好高级 ？Two and two，、okay. 我们的算是小导游管家讲，他好帅，哎，完全离不开他的。Thank you， 这应该是要进去那个哪里的？不是吧？他有写 retreat 什么的吗？有有有，那应该是送的哦。而且还会有迎宾饮料哟。我们在等待房间。是心动了。我说哦，那请问我们的房号可以告诉我？他说哦，那个去房间之前，我可以带你们就是参观一下酒店一个 tour 嘛。他讲，他说是带你去 tour 的厕所，直接告诉他房间。你说说 ，no 6969。我们现在要跟着那个 tour guide 帅哥帅哥哥去 tour。白痴，这有什么病？我觉得我们笑太开心了。这帅哥如果在大学一定会被喜欢。好漂亮哦！这个是佩玉跟萱萱的房间，还有管家的房间。哎，还有 buffet， 而且还有浴缸哎，好爽哦！天哪！对啊，那个免费的，可以带什么都有。天哪，酒店的饮料全都可以带走，里面至少好多瓶的水跟饮料，一定要带走。你看这边有巧克力跟蛋糕 ，Happy Birthday！哇，这个美景，好冷哦！我们来看，好好吃哦！各位，现在天气超好，然后它时不时会有太阳，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下去那个布雷根啦。准备好了吗，寿星？耶、yeah, ！快训快训吗？蛮期待一个旅程。我也很期待。跟你说，这个酒店处处的景色都很漂亮，它像把你关在一个荒野地，然后你很富裕的生活，你像一个富太太这样子在生活。真的没有夸张，真的好好。哎、欸，这有 fitness 哎、欸，这个是 yoga room。哇！虽然讲我们不会用啦。我们现在就要过去了，然后呢，金主妈妈想要享受，所以这边呢都要享受，然后呢，这里的部分就给蔡长勇他们录啦。OK， goodbye， 很开心。现在哦，它的风超级超级大，现在完全也拍不到照了，超可怜，而且。如果你们看得到吗？哇，看不到人其实。太大
友去拿了那个泥炭面膜，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要，真的不想要。免费的，免费的。我们要做精致猪猪。不是，它这样子还是超漂亮的，你看。我要拿白的。5 to 10 minutes and avoid the ice. Okay. Thank you. Oh, 哇，好喜欢这味道，很香。嗯，有那种精油味。早安各位，你看我头发很乱吗？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昨天哦去泡那个蓝湖的时候哦，头发只要一碰到蓝湖，我们每个人洗澡过后头发都打结到不行，而且是 conditioner 啊 hair oil 那些都救不了的，全部梳不开，你知道吗？我要慢慢梳开，现在就像你涂了很多很多的那个，你们听个声音，真的就是这样子，很痛很痛，然后就是梳不开。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要下蓝湖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尽量不要让你的头发碰到水。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吃酒店的早餐。听讲哦，这个早餐哦，有人讲是欧洲数一数二好吃的早餐。哇，这个它评价很高啦。对啊，它可能是讲酒店早餐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啦。但是到底是，我吃过很多酒店早餐，我来评分。Let's go， 我们到了，然后呢，他的早餐居然就在接我们的那个大厅那里，那就在这里哦，好暗哦，感觉很少选择啊，哇，这里好多啊，哇，还有三文鱼，哇，都是这些，哇，很爱的面包，原来菜单不只是吧台上，这里还有免费的，对啊，不怪不得他们认同他们说的，为什么那么厉害了，这好多。多，这里是我们拿的早餐，哇哦，超丰富。我觉得有吃生鱼片的人就会值得，好爽，超爽。耶、yeah, ！我在这个布雷哥第一次买手信，在这个冰岛第一次买到战利品，就是我那天我就用到它的 lip balm， 它 lip balm 真的很好用，就是涂完嘴巴很嫩的那一种。所以呢，我就打算每一次出国可以带一点小礼物给你们，然后呢，我就多买了两个。但是我觉得送 lip balm 好像很不好看，我打算要弄出两个小福袋这样子，我会装进一个小袋子里面，就是做得好看一点，然后呢我会送出两个幸运儿，想要知道怎么赢取这两个福袋，你们就得把这个冰岛的影片看完，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在哪一个 part， 然后在什么时间点想到要怎么赢取这两个福袋。而且这个 lip balm 也不太便宜，因为这 lip balm 大概要一条这样子换算的话是100块马币，它只有 10ml，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因为我是用了它的 tester， 然后就觉得哇，整个嘴巴很不一样，就是很嫩，它不会很恶心的那一种，所以我就打算买下来。然后总共买了三条，两条要送给你们的，记得要把影片看完哦，你们就有办法得到这两个福袋。耶、yeah, ，我们现在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昂贵的酒店。哇，好漂亮哦，这天天气更好。你要又有几个，对不对？可能今天我们住多一晚会看到哦。天哪，又遇到彩虹，这个还是双道彩虹。冰岛真的是彩虹窟。哇，这彩虹要连起来了，我们的彩虹连起来了。耶、yeah, ，我们到了史奈山半岛红顶大教堂，应该没有 copy 错。那那教堂就这样哦。就好，我们要拍的呢就是这个红顶大教堂。大我的朋友都要死了，然后有一位。他死不下车，他叫我们拍下车了，他又跑回去了。对，然后他们说，就是如果来到这的话，近景的话不是很好看，所以呢，一定要就是拍远的地方。刚刚把围巾脱掉了，因为刚刚围巾遮住看不了脸。哇，真的是冷到不行。哇，我跟你说，我们刚刚拍照拍了10分钟这样，然后我现在脸是僵硬的，太冷了，嘴巴也。僵了，我们用10分钟就能结束了。那我们到了那个草帽山，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棵草帽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好看，因为这个冰它融得那么均匀。你是不是这也不想拍？我这个沙沟现在都不一样，因为它不绿又不冰，而且有雾吧，是吗？然后来了就长这样，我就要生气了。到底有多无聊，我们直接不想下车。我们三个在车上等。还好这车上是很美好，可以给大家看。我们当然后面的朋友。
我们真的不想下车。你们看我的战友们，这也太无聊了吧，被骗了我们。对啊，我们被你骗了。班长，我现在用眼神暗示我叫我下去。他敲你，他还指定你。他指定你，他要你，他要你。他要你，我的妈！他选你了 ，Pick you，Pick you， 我的妈呀！哎，走了耶！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啊，山就在我们前面，这样就看到了。对，我们就用肉眼在盯着他看，对他最大的尊重了。我们就要下去，哇，漂亮！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真的漂亮，男的也很帅，是那种痞帅哦，真的像那种坏人帅。杀人，对对对，杀胡子，杀人也太夸张了，感觉他会杀人，然后也很帅，然后原谅他。他很帅，俊男美女。那我们就是不下车，但是我们观察着冰岛的人事物。他刚刚在往回看，他看有没有跟上他。结果没有，他又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冰岛的城市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吃晚餐。然后这一家晚餐是我在 Google 找的，它的 Google review 真的很夸张，他们都讲了，这是我吃过在这里吃过最好吃的。然后他们讲什么，它的羊和牛肉非常非常好吃，这种超级夸张的评论，我就被他吸引来了。然后看他们说价格会有一点点的贵，但想说最后一餐应该。没关系吧，我们到啦，就这间 Old Iceland Restaurant。到了晚餐地点，感觉好多人，怎么了？感觉咋了？大概一小时，要吃吗？哎，你们怎么回来了？靠背是不是？算了，那我们明天过来吃。对，他们没在吃，我们明天过来吃。不要搞问题，不要搞问题，给他们看影片。我们现在要去吃中餐，因为其实我们看 Google 旅游没有太多选择，对，然后好吃的不多，然后评分的很少，然后我们也不想爱吃那个西餐啊，然后好可怕，每天吃西餐，所以我们决定，其实我们每天吃西餐，我们每天吃泡面，也是啊，所以我们就决定吃了一个中餐。天哪，我想要中餐，我就想要吃辣辣，然后鱼。而且现在很多店都关了，应该说感觉欧洲人都比较早关，是不是？应该，然后早休息。现在看到的都是那种餐厅这样子呀。明天我们就有一天的时间可以逛嘞。哎，哦，到了，上海就是这间店，可是为什么没人啊？它关了吗？这边吗 ？Four， 耶，终于吃中餐。终于吃饭了，哎，中文字哎，天哪，是中文字。我要吃羊肉，我要吃香菇西兰花。我们的第一道菜就是西兰花炒香菇。好香，一点咸。我觉得这糖醋肉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好脆啊，这一定要吃，好好喝，好吃。然后。肉有点太咸了，那五花肉。看我的饭已经变成红色的了。还有在请客这餐，来付他付钱的帅样。付钱的就是最帅。我要付钱，还说大的小的。我想想你跟他说小的。一万二好便宜，所以我们吃那个食物，一个人6900。默默，我们这边有极光哦。可是看不到，我们刚吃完晚餐然后走出来，我们看到两个人一直对着天空拍照，有极光吗？怎么可能，我看来看去又看不到，然后呢我就走去他后面偷看他手机，他真的在拍极光，然后极光现在就在我的头上，知道你们看到吗？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哇，超漂亮的，天哪，我觉得太幸福了。哎，你们两个最后一天看到极光，开心，真的太幸福了，真的，今天我们没有遗憾了，真的太 完美的 ending， 超完美，而且真的有看肉眼看它在动，对，就是眼睛看得到的。各位，我跟你说，这是我看过最大片的极光啊，这真的，我们肉眼看就是这么大片，这真的肉眼看到很明显。天哪，你看，你看，哎，今天大爆发，哎，这边还有，你知道吗？这边还有，哇！好，各位，我现在不敢了。我现在要正式全副武装，因为我现在有极光的时候，我马上跑下去，不敢再脱外套了。然后我们总结一个结论，就是去追反而追不到，但你有很想要的时候就会有了。然后我现在要随时守在这个我的窗口这里，看到极光就马上冲出去。哇，刚刚那个真的太震撼了。
应该没有遗憾了吧？超级的，我跟那个影片超级，把影片放你的 vlog 里面吓到人，那个真的是暴力激光，真的太暴力了刚刚。对，而且对我来说这个直的影片是超美，它是这样闪的。对啊，超幸运的我。天哪，我是看着极光睡觉的耶，现在有极光这一跳。耶、yeah, 我们现在到机场了，然后今天不是我们飞，我们是来送机的，我们要多到一天才可以飞，因为他们的机票没有明天的时间，然后我们的机票没有后天，没有今天吗？好，对，所以我们就各自飞了。我们现在正在 check in， 我们现在在那里很小很小一个。然后呢，我们在送机的路上又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差一点要出车祸那种。所以详细内容，我们把当时的心情、那个感觉、那震撼度，我们已经分享在我的 vlog。对，因为那个是最真实的，就是对事情一发生过两分钟，你就帮我录了，对，就觉得太可怕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到底我们在车上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好好的去那边看，因为现在已经形容不出那时候的那个感觉了。哇，真的是第一次经历车祸那种感觉，你懂吗？好，我们现在呢，等他们 check in 完了过后，我们决定要在这里吃个早餐，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有时间就吃，没有时间的话就送他们进去啊，我们就再自己找早餐吃。现在是早上8点，好早哦，这样子早餐店好像也没什么开的。我们就在机场这里吃一个吐司。耶、yeah,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四个人的早餐了，一起吃吃，好好吃哦。很好吃啊，对，因为我很怕 pesto 酱。天哪，真的要走了。我们下次见什么时候？很快吧，下个月。不是台湾你们不是在了吗？3月底我回来了。好、oh,。我这个真的是见不到的吧？就见得到，我们台湾见啊。他回去就你台湾会见我们吗？经纪人了就不会理我们了。对，你台湾会见我们吗？有啊，视频为证。OK， 爸。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想见他嘞。靠呀！我们只是客套一点。快点，跟正。我听到了，来不及了，来不及。别见，不要见面，他不想见我。拜拜！耶耶耶！我们最后一天见！耶耶！我们终于看到世界了！哎，打扰我们。好好笑！接我们下去，我要上厕所去。去城市啊！啊，我要拉屎，我要拉屎了！一起拉屎啊！对啊，一起拉屎！真的，我刚刚吃早餐，我想要拉屎，真的超好喝。大家如果要冰岛的机场，可以直接来这个。它在 departure 后，我拍了。它这边 arrival 跟 departure 是同一个地方。这个机场很小了，超级小，所以哦，你们一下机可以过来这里吃，你们要上机也可以过来这里吃，超方便。好，现在要去拉屎了，是吗？厨师了吗？这个钱不是一张1800吗？那拿了3600，厨师不是900一个人马币？哦、oh. ，那还好啦。那你知道我们在谈什么吗？我们在谈我们中了2张罚单。哎、欸，你们看，你们看，哎、欸，超清楚。你看这个车里面的舒适。哎、欸，你会放你的 YouTube 是不是？会啊，你看我脸。超清楚，被抓包了。我跟你说，你连出境都没办法出境，还买？哎呦，我们中了2张罚单了，好生气，好贵。但是我还是买礼物送给大家，可能就要扣一点吧，就了。现在，我们现在呢就我想去 office 还钱先，可以吗？可是我还没 address 不到，有碰到。你查 Google 查那个名字啊，然后再 direction。然后我们现在呢，哦，不好意思，行程有变，突然更正。我们现在要先去还罚单，我们要搜搜看，就是那个地点大概在哪里，因为它的付款方式很奇怪，就是你要 transfer 跟给卡，而且它给卡你要给完全的 detail 的时候，就是要给卡号、名字，还有那个我们的卡后面的那个 CVV， 觉得这太危险了，所以我们打算先去还一下我们这张罚单，好吧，今天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探险路。我们现在呢，就因为我们刚刚查那个罚款的，就是那交通局吧，应该交通局有点太远了，所以我们决定还是线上转账会比较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收拾一下心情，现在要去到比较城市的地方去走走啊、逛逛啊，买一些手信这样子的。没钱没钱。赚就有了，没事的。那我们下车了，我们现在到的是那个比较著名的景点，一个教堂。哎，怎么在施工？那我们到了啦，这个大教堂对我来说，就来过就好，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建筑的人。
好冷，真的是冷到我在流眼泪那种。打算进来逛一逛，然后这里是需要门票的，这门票要1200，大概多少马币？30-40这样。哪里给钱呢？要，我看一下。哇。这里弹，然后应该是那个有个 wire 吧，它连接上来，上面就是出来的声音。Please do not disturb the musician. OK. 但是我觉得建筑声比较打扰他，对吗？你们看门票价钱。500。我一出来吓到我。就四面墙吗？没有，我们可以上楼。因为他还没有 check 票了。哦，所以我们还可以再走上去。现在大家好像在等后面的钟声响，我也来记录一下好了。他好大个、啊。然后他是每15分钟就会敲一次。对，他是每15分钟就会敲一次。收1200，我们就上来这边。其实它的整个就是四面墙这样子，我这边一面、两面、三面、四面，四面墙。然后它每个墙呢都有很多个洞口，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阶梯，让你爬上去。哇，好好看哦！我怎么很像被抓进监牢这样啊？哇，我觉得佩玉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城。哇，这真的很像，长得像明信片一样，好好看啊！有看到吗？好好看哦！我要去另外一面了，我要拍那个好像有那个 running 的感觉。3 2 1，这边好像还好，再下去另外一面。这边太阳很大。今天有小小的雾，所以我觉得，不是很清楚那种。最后一面呢？这边好多人，等一下。哇！我发现冰岛的屋子的构造都会蛮奇怪，就是我想要建怎么样的屋子我就建，然后我想要怎样的形状，我想要什么样颜色，他们都随便乱建。你说这个值不值得？我觉得还行，30块上来，而且他也没有要检查那个票，值得吗？是可以啦，如果你第一次来冰岛的话。好可爱的屋子们。现在呢要跟大家看看我的穿搭，我今天的穿搭我个人是很喜欢的，然后最近越来越喜欢这种风格，比较暗色系的。然后里面的呢是我很爱的一个连身的穿搭。哇，我现在才去看的价钱，这一套应该要300-400马币哦。我很喜欢这布置，超好。如果你们要连接我可以 shake。 哦，这个是淘宝买的，淘宝那淘宝名牌潮店。哦，淘宝潮牌，那值得了，300-400。对啊，很好看，我很喜欢，就是喜欢质感很好，我记得好我感觉也可以穿。对，然后呢我就搭配了一个西装外套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围巾，这围巾终于派对用场了。因为昨天在那个红顶大教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然后今天配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还有戴了一个毛帽，是不是也很搭？那我们现在呢，就到市区这里走走看看，然后买一些小小的纪念品。然后呢，市区这里呢，是我们昨天吃晚餐的地方，也是看到极光的地方。今天要逛烂它，所以有些店没有开啊。我选到了我的明信片。明信片的话，我会写一些我想要对你们讲的话。然后我选了两张，一个是蓝冰冻，然后一个是极光，在这边比较著名的东西。来了一家 Locker Design， 这是好像很多著名的小绵羊。哇，好可爱。就是这个就是很出名的那个小羊，我想买来选给你们。这个蛮可爱的，我觉得。对啊，那个吊饰更可爱耶。多少钱一个？1450。可以耶。我选好了，这是 for 我们公司的，这是 for 你们的。
好可爱哟、哦！耶、yeah, ，关到一半了，然后现在是下午的1:30，这时候可以吃个午餐。然后呢，我们要去吃他们昨天晚上吃不到的午餐。然后这午餐昨天就有讲他很多厉害嘛 ，Yes， 今天一定要吃。最后一晚我们可以吃一个 Iceland 的餐厅。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厉害，如果不厉害我们就踏伐它，走几步路就到了。 Two person， 我们选了一个靠窗的。 Thank you 他们这边羊肉夸张到了什么样？ Tasty pink lamb that melt in your mouth。 你看， This was by far one of the best meal we have had in a very long time。 它的 lamb soup Yes, lamb. 都往里面夹面包呗。你没有 cream 吗？没有，还有没有海盐？我也不喜欢 cream， 其实就是我喜欢。是好吃的，只是有点太咸了。我喜欢 plain 的。plain 的蛮好吃。我们的食物到了，蔡常勇讲。羊肉大师吃一口给看。蔡常勇讲非常好吃。幸好配一个时间表有。到我要吃我的 cod dish。 我感觉好好吃哦，想给你们看，它煎的也好好，很嫩。佩玉跟萱萱已经到芬兰的机场，你听他们说什么？因为我们吃到很好吃的东西，那我们就 share 给他。你看，你们两个尊度不要给我过太好真的好笑。佩玉萱萱真的好吃，太好了，这个养分太我做 number one。Number one 买了一个 Iceland 的果汁，好喝吗？你的？就蛮好喝的，它橙汁。橙汁。好喝吧？哇，我也喝，这也很好喝。嗯，爽。王子来了，各位，你们的白马王子来了 ，I'm gonna kill you。你弄错，很硬的。我们走着呢，然后走到了一个也是旅游地标景点这样子。你看那个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教堂，很多人都在这边拍照。这是我们不知道第几间，最后一间，总之就是最后一间了，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住。然后呢，太太有时候帮我省一省钱，但是真的多省多少钱吗？真的蛮省，500块马币，真的蛮省的，一天500块哦。哎，不要不用，这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床、马桶。臭干房，谢谢你哦。哎，我这边就可以照完整个房间，而且这个是在地下室，哎，这有点像那种韩国的电影《Parasite》什么寄生虫。然后哦，你看一下天花板。哎，好彩你够矮，你太高你就不能进来了。这已经有爱房的感觉吧？很有爱。但值得称赞的一点，他物主还是蛮有布置那种底材的啦，就是还是可以感受到他有点文青这样的感觉。就我觉得这样子的地方可以底材，这样也是不错的。他真的蛮厉害的，你看他把空间利用到很棒哦。他这边就是那种碗盆啊、调味料全部用在这里，然后呢，这里就是那个煮东西的地方，然后冰箱啊什么，其实蛮齐全的嘞。你想要这样小地方给用这样子？哎，讲真的，真的厉害，就是。有点压抑以外哦，其实都还行。生活在这种地方，感觉蛮开心的。算什么的？一个门感觉可以跳下来。你看，哎，就有另外一个出口吧。感觉可以爬上去，用短短的10分钟可以看完这整间家了。我忘记要拍影片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真的不想来吃西餐了。所以我们来到了一个泰国店，它叫广台，个人觉得不是很正宗。
可是里面都是泰国人。我的分量很多，你看那个肉超级多了，真的很多。只是还要炒米饭，其他里面真的是泰国人。对啊，可是为什么炒米饭？然后我的是冬阴功，有一个超奇怪，它放香菇哎。他们泰国两个仿香的，很奇怪，应该要放那个，你知道什么菇吗？每个冬阴功会放那种。它的味道也是很奇怪，我是不是真的泰国味？就比较像没事那种中餐一点，是不是？中餐一点。我们现在正在走着回去酒店。因为明天很早啊，明天哇，明天超早，3:50出门了。我们几点到？4:30要还车，差不多3:50然后出门。所以呢，这个冰岛的 vlog 来到这里了，我的天哪！ Yeah, 我觉得冰岛带给我们蛮多回忆。我在想，为什么我可以经历那么多事情？对，冰岛什么东西我们都经历过，真的，一次过经历耶，在这短短的8天，我们经历到超多事情，大家。对啊。我不是讲过要送你们东西吗？我们有两位幸运儿，要怎么参赛呢？只要呢，你可以按赞这个影片，然后在你的 IG Story 分享我这个 YouTube， 然后在底下留言"常永生日快乐"，就可以得到这个礼物。好烂啊！现在用我的名字在留言。哎，整个 trip 就是你的，不如祝福你，然后祝福我生日快乐。对，参赛方式很简单的，你们只要做到下面的以下步骤，就可以得到我的小礼物咯。可以顺便加买看我的影片啊？不可以。嗯，好嘞，大家努力参赛，我会去。更多地方带更多礼物给你们。好嘞，你们好了，看一片礼物。生日快乐！咦，肮脏。